大家好，我是小展。这个季节山里几乎没有野生菌了，但是这个麻布菌还有。这个麻布菌是出的时间最久的一种野生菌。这个菌每年出的最早也是它，然后败的最晚也是它，到最后也能找得到。虽然不太好吃，但是这个季节没有别的菌，这个也是稀奇了。放点青辣椒炒出来也不错。小黄菌两朵，看呀，这小窝好嫩，麻布菌就要嫩一点、小一点的这种好吃，太开的就像这样开一点的就不太好了，但是我还是给它带着。两朵，朋友们看一下，这里发现一小片，哇，这小窝特别嫩。这老的就不要了，老的里面有虫了。哎呀，这几朵也是老了，老了就不要了。看一下，里面都有虫眼了，不要了。哇，好肥啊，这两朵。
哎呀，特别肥这两朵。看一下两个小时的收获，真不错呀，真不错。现在回家了。现在我把今天找的麻布苣切成片，晒成干菌，留着过年吃。现在全部切出来了，看一下。然后就是太阳底下暴晒啦。